事情是这样的，好不容易能和岳父一起吃饭，没想到居然被他误会了。就在这时，前女友和贝贝他哥出现了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好家伙，一溜烟就不在了。这两个人倒是跑得挺快。是，反正这会儿没事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去。那你就先上去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那不是你哥吗？走，看他们到底要干嘛。我也要去吗？这都到家了还要干嘛？可乐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你前女友的肚子到底是不是我？快点。他们人呢？怎么进来就不见了？我们干嘛要躲起来？天哪，谁能想到第一次进喜欢人家里，居然是来当特工的？这画面简直……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被迫潜入到了贝贝家里，谁曾想居然看到前女友穿着女仆装走了出来。正当我以为有什么好戏时，他爸居然回来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怎么在？这谁呀？在家里也不给我开家门。你怎么在你妹妹的房间啊？刚刚我明明听到有女孩子的声音啊。新交了一个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在哪呢？我倒没看到。她可能比较害羞。快点，你打个招呼。叔叔，我在这儿呢。那你们注意安全。天哪，我这是做错了什么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可乐，没想到你居然也有这一天。别说了，兄弟，绝了。卧槽，还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躲进贝贝房间，发现他哥和我前女友居然也躲在这里。情急之下，我只好假装女生躲过去。没想到，真的要先上楼梯。兄弟，绝了！叔叔想了一下，你们还太年轻，还是分开睡。臭小子，出去，赶紧房间。你女朋友就睡贝贝房间哈。天哪，这下咋办？你哥走了。这下我们咋办啊？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出去啊。贝贝，那要不你换身衣服去支开你爸？可是我换洗的衣服都在卫生间啊。那要不我们今晚将就一下，集体睡吧。那你们俩睡床吧，我睡地板就行了。好吧，要不然挨着我睡。这不太好吧？喂，你们两个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外人啊？除了好歹是我前任，还是挨着我睡安心。要不去中间吧。不是吧，你们两个要我一个大男人睡中间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，你又不会吃你。为何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躲在贝贝家里时，他爸居然把他哥支开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和贝贝只能和前女友继续待在房间里。我一个大男人去中间合适吗？你们两个，怎么又是这造型啊？今天是我心里那我就关灯了，天哪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究竟谁呀？他呼噜声怎么这么大呀？主要吵着贝贝没？贝贝，你怎么没睡啊？可乐，我睡不着。要不我们
们都出去吧。这么大晚上去哪儿啊？出去再说，我先给你解开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要不去你家？我家。嘿嘿，机会来了。糟了，我钥匙好像忘你家了。怎么办？你现在是不是还不想回去啊？对呀。那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走。嘿嘿，猜猜我会带贝贝去哪里？